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27108918，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08。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钱钱钱打到嚟，大师我失恋啊！失恋呢就必经的阶段。Andrew， 你又沟唔到女啊？大师，你做乜咁燥啊？阿仁哥，我以后追住你啲证嚟个炒，你小心，我一定搞你。Elsie， 你倒米啊？而家你仲去白博落去信嗰啲 course， 你自己再睇埋啲 case 啊，你都知道不可能信啦、啊。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星期五晚11:30至12:30，钱钱钱打到嚟。那欠缺钱不可以，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的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带上儿童，欣赏我们女人话事的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的旅程，多谢。Hello， 又到 Lady First 的时间啦。是啊，得翻我和 Eling 两个咯，因为 Ellie 佢要上船拍嘢，佢讲唔翻嚟啊。佢本应话都应该讲到翻嚟陪我哋做呢个节目，但后屘最终佢话都系讲唔切啦，所以今晚得翻我哋两个啫。佢吞扑啊？其实特登嘅系嘛？我觉得系咯，咩船啫？而家喺拆船啊，大佬咩？即系我天星小轮赶到过嚟啦，喂，你游都游到翻过嚟啦，不过唔紧要啦，可能系太忙 ，OK 啦，我哋两个相依为命啦，今晚。OK 嘅，咁我哋相依为命有咩好讲咧？不如讲一讲个流程先啦。好啦，咁样由我讲啊。好啊，可以讲下流程压下时间啊嘛，冇错 ，Ellie。慢啲，每一个流程讲5分钟。好啊，我哋今日咧，首先 talk of the tongue 系会讲，梗系讲刘翔同埋霍正正啦。我今日讲霍正正嘅，差唔多已经讲咗霍正正，要惯口讲霍正正。然之后咁今个礼拜嘅今期热卖就只系会得 Elaine 同埋阿 Anne 嘅推介嘅，系啦。咁另外今个礼拜嘅呢个读文嘅环节就系会有我嘅，我专登揾咗一篇超长嘅压下时间嘅，都系嗰个抌下波钟噶啦，五分钟噶系咪？差唔多，应该又5分钟。我阵间抌长嘅，即系将嗰啲唉拖够15秒先，或者分两 part 咯，即系头一 part 讲完之后，卖个关子，应该再翻嚟再卖个关子。但系跟住我哋每人都饮两啖水先。埋洗手间系啦，跟住翻嚟我哋继续啦，咁嗰啲啦，跟住两性关系嗰度咧，咁我哋就会讲暗恋，你有冇暗恋人嘅经历啊？有啊，咁阵间你讲噶啦，又系我讲嘅，每次都系我讲。其实呢个节目咧，系咪想访问我咧？唔系，其实好明显，你见你当打个角色，系上位嗰啲当打，OK， 当面俾人打个角色，系再讲我就会翻屋企油柜玻璃噶啦。哦，唔好再乱咁讲。唔系呢啲玻璃唔系糖胶做，系啊，一即系砰一声咧，但系冇事嘅。OK，
啦，咁另外啊，仲有一样就讲下呢个男人最讨厌女人嘅嘢。系啦，呢、這个好多男仔都好有兴趣。今晚呢个节目，我一讲佢，哎呀 ，Anna， 你真系讲，好等我听先。其实我觉得男人最讨厌女人一样嘢系咩？猪扒咯，冇错，冇噶啦，我觉得冇第二样噶啦。其实你觉得有咩咁讨厌啫？冇冇嘢讨厌，猪扒咯，冇噶啦。我是话你开始讲先 ，Top up 就差啊 ！Yeah， 刘翔，你今日有冇睇新闻？有，头先专登刨晒啦。其实我都系好觉得好出奇，同埋有啲遗憾啊！我唔明点解会咁样啊！见到佢即系热身嗰阵时出嚟已经哇，即系 ready 晒各样，系 ready 晒，但系你见到佢嘅样子真系已经系痛得不得之了咁样样。其实之前佢好似有已经有旧患几年噶啦嘛。唔系话七年咯，我今日睇翻报纸话已经系即系有旧患七年噶啦，跟住就系大髀整亲，同埋右脚嗰个脚筋嗰度咧，系啦，那个脚踭嗰个位置就整亲。咁大髀 OK 翻，但系右脚嗰个脚踭嗰位系未好翻嘅，一直发紧炎。但系其实会唔会之前已经知道，譬如有奥运，佢应该知道有呢个旧患，其实唔应该出赛嘅咧。佢哋有边个冇旧患？即系咁严，有边个冇旧？我啊，我都有旧患。我今日睇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师都话我有旧患，叫我唔好捞。我意思佢即系啲咁严重嘅旧患，应该就其实冇 last minute 先至话唔出错。我觉得其实有少少觉得好似好有啲丑嘅，我觉得。我估佢系咁咯，即系佢尽可能都希望自己即系可以顶得到，就顶系啦，忍得到咁样系啦。但系全世界简直系哗然啊！哦，点解会咁样噶？即系 last minute， 或者佢唔系系跑完一次就咁样。都 surprise 噶，跟住教练系好似哭丧啊，所以真系惨噶嘛，即系见佢系出嚟跑两步，跟住就已经停咗啦，系，跟住就已经弹下咁样样啦。同埋其实电视啲 promo 啊，点讲啊？今日刘翔就跑啦，大家要留意啊，观众各位要留意呢个城市，同埋你望住鸟巢嗰度咧，刘翔一退出，啲人已经起身走咯。是啊，快到咁喎！其实整个奥运啲人就可能喺楼上跨栏。系啦，系啦，同埋就话我睇新闻就话，出边炒黄牛飞嗰啲就话有跨栏嗰个决赛嗰啲飞卖，话即系炒黄牛飞，话买翻嚟都千一嘅，而家一千卖翻出去，因为楼上退出。咁我想话人哋退出关你咩事？边个叫你炒黄牛？唔系就系咯，唔 make sense 嘅，关人咩事？而家先咁，嗰啲咩事？但其实一个是真的一个遗憾咯，但你觉得他会不会之后可以即是不是已经叫做可以光荣隐退的呢？其实但是我每个个都希望下届奥运可以见到他啊。是咯，简直是一个好像中国队没了这个人，好像失色了。我们预了郭晶晶光荣隐退。是啊，这个很开心啊，这个。是。我有没有看到他的未来老爷攀了他？有啊，两个。扮唔识嗰个样好抵，但系只眼系紫咯，嗰啲，但系要扮唔识咯，一直都要扮唔识，唔敢笑咯，笑都唔够胆笑嗰啲咯。我见到郭晶晶眼神其实已经流露咗，哇 ，so sweet 咁样，系啦，但系又霍老爷嗰个样咧就严肃过包青天，但系其实咧已经好似搭住个冰糖嘅搭糖，哇，辛苦你啦。哇，正、啊、正、啊！你快啲攀完奖就可以做新抱啦。其实我觉得都几 sweet， 我都估唔到佢哋会拍得咁耐噶。系咯，四年、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嗰啲都系玩玩下，即系唔认真啊。但佢哋好似地下都唔系咁公开咁啊，即系好似收收埋埋咁，但系都拍咗四年 ，OK 嘅。系咯，但系即系当然中间经历过啲咩啫，冇人知，好耐人。我哋应该谂一谂中间阿郭晶晶经历过啲咩，冇人知，就系知道佢成日戴住 Cartier 同埋呢个 Cartier 定系、我知一条粉红色，一条黑色，3950蚊，唔系即系嗰啲杂志系咧光炸色咁话俾你听啦，即系一个系咩 best item 咯，全部都要买嗰只。系啦系啦，即系仲要戴一条唔型，要戴有两条。同埋你冇发觉其他嗰啲选手跳水啲女仔系冇戴 accessory， 得佢一个。我见到有两条 Cartier 的手绳啦，再加一个啊 Tiffany 嗰个 Open Heart 嗰个啊吊坠咯，嗰个有镶咗钻石嘅，啊咁都见到，系啊镶咗粒钻石嘅，咁都见到，见到，好闪啊，因为唔系细细粒咁样样咯，镶咗粒钻石嘅，所以都好 sweet 嘅，即系嗱跳水都挂住你嘅，你下次试下去玩 wakeboard 嘅时候问下有冇人送个钻石吊坠俾你睇下，跟住但系唔见咗会，我试过系白痴戴咗，起码差唔多一卡。
嘅耳环，摆耳一粒咁样，我真系画真画，以为好型啦，跌咗，嬲到我净嬲，永世我都唔会再戴 accessory 咧去滑水或者游水。仲有冇俾人闹？仲有呢个系唔系人哋送俾我？人哋说算啦，系自己买，自己第一份粮，即系一个大 job 接咗，俾自己奖励。而跌咗，我静静喊咗，喊咗好耐咯。我而家系一见到钻石就好憎。唔好买，唔好买，唔好买，唔系咪应该买？但系咪自己买咯？唔系自己买 Swarovski。系啦，但人哋就买，系但系就同你讲，我净系戴钻石，我净系戴钻石嘅啫。系，我呢个钻石嚟，不过呢排咧成日唔记得拎去洗，需要少少硬硬地色啊。Excuse me， 但系记住朋友送都要，唔该俾埋个证书我，好中意 keep 呢啲证书嘅。唔好意思，我收嗰啲太细粒啦，冇证书噶。要啦，开始。保障下我咁，我下次买钻石嗰阵时候，我问你睇下有冇 discount， 唔系睇下你有冇 discount 先可以等我咧嗰啲攞30份嘅价钱买到咧90。唔系，真系有，真系有个 friend 做钻石咧，佢系用啲好平嘅价钱买到啲好好嘅质素嘅钻石咯。其实唔系，即系冇去到一卡咁严重啦，即系。40几分，跟住已经系好闪 ，OK。你呢番说话应该出嚟同喂听唔听到啊，男朋友系啦，听唔听到我讲系啊，听唔听到啊？阿怡玲话咧，佢想要钻石戒指啊，听唔听到啊？如果想买咧，就问我啦。哇，你讲起呢个先有单扯火嘢。点啊点啊？我今日就系问佢，第时结婚你会送几多卡俾我啊？咁实话两卡咁样佢哋，唉真系咁你送咩你送咩 shape 啊？哦，你中意心形啊嘛？跟住唔该，你话唔该晒咯，即系一粒咁样咧片晒心形咯，但系乜我中意心形咩？我以为我 expect 心形，因为个切割嘅唔系，跟住佢就心形啊嘛，我记得你中意心形啊嘛，但其实可能系佢第二个，跟住唔紧要，佢再补飞啊，唔系，我记错咗圆形啊嘛，唔好话长方形，再 dead air 咯，跟住咧，因为都唔系咯，其实系中意咩形啊？其实我喜欢梨形，梨形啊，梨形靓系啊，唔系因为我手指咧短咧同肥咧，跟住影得咧个手指修长，好似罗嘉玲即系嗰只戒指，有冇见过佢个人梨形？嗰个真系香梨嚟噶，系咯，香梨系咯，成咧把我成残晒，咁我小姐唔会眼嚟噶咯，系啊，小姐跌咗啲嘢，唔系咸蛋超人，佢系钻石超人，其实呢啲危险会咧，就算下啲人咧会咧偷嘢，成只手指切咗。哎，但系我谂起阿郭晶晶，佢平时嫁嗰时候可以挂埋金牌上去，其实系裙挂喺嗰度做埋嫁妆，可唔可以镶埋钻石？人哋系咧戴嗰啲珠咧，但系佢全部挂晒嗰啲金牌系咪啊？唔系戴珠咯，即系都系嗰啲好多只金珠咁样，但系咧全部啲珠嗰只眼咧都系咧两卡两卡两卡咁样闪到爆，最大嗰只珠应该有五卡咁样上喺度。希望佢好期待佢哋个婚礼。系啊。好，我哋点？不过嗱，今晚因为咩？我唔记得咗先啦。你死，我怕你大镬。阿 Ellie 唔喺度啦，所以我今晚系个 R&B night 嘅。我哋系冇住 Ellie 喺度，有时系会寂寞嘅。大家听下啦。想。
埋嘅时间。每次听到个噔噔噔呢个呢个咧音乐咧，好得好轻松啊！你觉得好轻松，我觉得好大压力喎、啊。点解啊？我都好开心啊！因为每个礼拜都要专登拗啲嘢出嚟，刮痧咁刮咯。写今日讲啲乜嘢？猛咁望下我周围个化妆间啊，间房个厅，哎，有咩可以讲？嗯，今日讲呢个啦。但系个问题系我冇啊嘛。点解？一定有嘅。我呢期 hea 到咧，洗完面之后系连爽肤水都冇擦咧 ，lotion 都冇擦 ，brush 一声咁样瞓咗觉啦。今日系皮肤好嗰啲唔使嘅，几好。唔系唔使惨嘅，但系唔使做，唔使做嗰啲系咁噶啦。啊，几时可以唔使做？唉、哎，真系羡慕死人啦！而家系咪人哋男朋友听唔听到啊？唔使做啊，唔想做啊。佢话一定要做，佢话女人唔可以脱节嘅，一定要做。你话我做。我做仲爱、欸、你去街市卖菜就系卖两个钟头，我都系做嘢啊，买嘢啫嘛，系咯，唔系你去百佳嗰度做收银咯，做一个钟咯，我都 OK 系咪啊 ？OK， 我惊佢到时见到我，哇，掉头走啊，大佬，着住百佳，冇错，你先生要咩？诶、欸，唔好意思啊，我唔识佢啊，唔系嗰啲先生有冇八达通积分优惠？好无聊啊！最后我想讲，你讲之前我又试咗上次，你咪话嗰咩老字号系啊系啊，我又试咗另一个 product 咧，个食物啦咩啊，花雕蛋啊，系我后面都买咗嚟食，你觉得点？我觉得 OK 啊，嗰、那个淡淡嘅酒香配上嗰个 wet wet 嘅蛋白，完全系估唔到佢竟然咧，你说咗噶啦嘛，嗯、都会仲系有少少嗰啲叫咩啊，糖心系 OK 啊。主要咧，我发现咧，剩翻嗰啲咧花雕咧，一个最佳嘅用途，我嚟做咩咧？敷 mask 我嚟闻，唔系你将个花雕倒落个煲度，跟住抌一个虾子面饼落去，跟住加少少水，跟住煮分半钟，哇 ，OK 啊，到啊，哇 ，OK， 我可以试下，呢啲即系叫汁都捞埋咯，到啊，好冷系咪啊？哇，真系喂咁抵啦，廿几蚊。其实抵，我觉得嗰间嘢。跟住花雕汤面再加三只蛋。Good， 我已经开始会做佢个 VIP， 我已经谂住 join。唔系，我终于发现咗，即系我忠实嘅听众咯，嗰个就系 N 号。系啊，系啊，佢终于会跟我今期热门去买嘢，我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去买。平时啲人唔会理噶嘛。同埋，终于冇人鄙视我，嘢嘢都系介绍嘢食。我唔会鄙视，我都中意食嘢，但系呢个真系大家可以再试埋个花雕蛋系啊， okay， 我都诚意推介。好，你讲嚟翻我哋今个礼拜嘅今期热门、嗯，我首先要推介咧，呢、這个护发素，个牌子叫Murad，Murad 系啦。跟住佢系有啲护发素系 for 一啲thinning hair， 即系幼嘅好幼嘅发质，同埋仲要系染咗头发嘅发质，好似你咁啊，好幼啊。系啦系啦，我之前已经系用嗰啲防脱发嗰啲护发素嘅，跟住咁用得一排就要转啊嘛，咁、就转用呢一个 mirror， 跟住用咗应该而家差唔多一个礼拜，系明显系见到啲头发系有 volume 咗，跟住仲要易梳咗，系啦。佢咩國家？係邊個國家？ Mira， 日本定係歐洲？我未聽過。Mira 其實喺幣公司嘅航班上面 business class 嗰度咧，有個 pouch 嗰啲俾人咧，嗰啲跟住都有呢個牌子。我唔知 Mira 係咩牌子，係咪美國啊定咩？我完全好似我冇未用過。唔係，其實你會喺邊度買到？如果是髮型的 product 我就不知道，但如果 是護即是普通護膚品那些就在Times Square 地羅那間Watson's 有哦，係啦，同埋佢喺好多你知咪有啲化妝品鋪係護膚品鋪係賣，譬如 Jelly 界有錢啊嗰啲咁，佢哋通通都有 Mirror 嘅，因為 Mirror 啲嘢好用嘅，同埋係頭髮嘅咋。唔係，佢頭髮起家，跟住護膚品都出名，全部都係即係好天然咁樣樣，即係未係 organic， 但係即係好 natural 咁樣樣嘅。不過就價錢有少少貴，大幾大支？350ml， 好似$260。但其实维翻都 OK， 因为你护发素其实你系唔知啲啲系啦，你就系搽发尾，你唔会搽头皮噶嘛。同埋就要忠告大家，记得搽护发素系由个发尖嗰度搽，而唔系由个头顶搽，因为系啲人又我觉得即系话我就不嬲头顶搽，点解啊？一嘢咁样落去顺晒。到你第二朝起身就觉得好立同好臭。唔系，我冇好立同好臭，但系两年落嚟就变咗我甩头发咯。因为太润，因为同埋我嗰时用嗰啲日本洗头水同护发素，因为日本洗头水护发素咧，佢就系点解即系成日你见好靓啊，好有光泽，好滑，因为佢蜡质好重，咁蜡质你会封住你个头皮，
系啦，咁就因为仲有我啲护发素系由个头皮嗰度捽落嚟。OK， OK， 但系先佢个滋润度都 OK 嘅 ，OK 嘅，嗯，系啦，同埋有好大阵柠檬雪芳蛋糕味，好想食，好想舐系咪啊？但系唔得。而家喺入边 office 嗰个行出嚟，变咗净系闻到啲烟味，啲柠檬味唔见咗。因为我护发素其实我好注重护发素，因为我中意染发啦，同埋成日落咸水、油水咁样。系啊，你系啊，所以我系揾啲护发素揾极都未必呢个好咯。我试过去日本嗰只马油咧，有冇听过？诶，我知边只系 M 唔系 B B N E 系啦，系啦 B N N 咁上下。我嗰阵时因为去日本去旅行，谂住嗰时去北海道用啦，就好干爽，可能天气问题，一翻到嚟马发，哇，立到咧，香港嗰啲咧湿到95%咁嗰啲咧，立到即系第二朝死落又要再洗头啦。跟住我男朋友，哇，点解咁立嘅？净系捽啲油咧，好似男人除咁，哇，劲肉！即系嗰阵噏味啊，立味嗰阵油味，即系好似三日冇洗个面嗰啲面油味。系啊，完全我唔可以泼头发，平时哇好靓啊，泼行街起身就一起身你男朋友，其实立到咧完全可以即刻扎个髻啦 ，gel 住立发。唔系咁咪正 all back 咁嗰啲咯，可以你开街啱你。啱你工作嘅，啱你做嘢 OK。但系唔好意思，我翻工个头都系散嘅，即系如果你见到有个空姐翻工个头咧，就系都系似嗰啲一分钟扎计式咁样样，个头顶仲有好多条天线弹出嚟，仲有一揩揩咧，会手指梳出嚟嘅样，跟住后面盘嗰粒嘢咧系冇发网冇蝴蝶，就系得呢一粒嘢，球嘢咧就好似我平时咁扎粒斜嘅。花花的歌就系我嚟噶啦。OK， 系有粒花花已经好俾面系咪？好俾面。唔系，因为我见到好多做空姐啲咧系好痕，即系发即系 hairspray 啊，即系贴到实一实咁样。啲飞星逐月计啊，点样整咧？打风都打唔甩嗰啲头毛。但系我几佩服噶，但系辛唔辛苦咧？你话我唔知道，因为我成日觉得你哋做嘢咧，可能费事成日都要喷 hairspray 啊，即系想固定咗，咁你做嘢可能会跌，有时突然间一条跌落嚟啊，唔使唔方便。我唔知道。我觉得如果你唔系太注重个人嘅 grooming， 同埋唔系想喺上面识金龟嘅话，其实可以好似我咁嘅唔 gel 都得嘅。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识咧，其实。个 casual 都可能识到嘅，都识到，即系好似我咁咧，啲客会答身，喂，点解净系得你另一个唔 gel 头嘅？即系有咁问嘅，呢个我未就系我嘅特别之处咯。系呢个就系，同埋佢哋问我，即系点解你好似唇膏又冇搽粉，你又冇搽？我搽咗，我睇唔到咩？唔系，我答佢冇啊，唔好意思。真系噶？冇啊，咁够胆嘅？冇啊，即系画条眼线咧，嗰啲完全薄我画条嗰啲飞星逐月眼线嗰啲咧，系啊，即系画到上个眉度，清朝嗰啲咧，兜上去，跟住 OK， 正 OK， 啲同你讲化妆 OK， 咁样嗰啲咯，好惊。好，好到第二样，第二样系有推介嘢食，好似 Ellie 咪到啫，又闹乜住话咩啊？佢话咩？唔中意代散纸啊！啊系，我哋记住下次问翻个牙膏啊，系咯，唔中意代散纸啊，记住你。我系想推介呢一个咧，美食博览有售嘅超力杯米线，一箱12个，特价55蚊。如果你持有优惠券嘅话，系45蚊啫。超力米线我有食过，新出嘅，我好似冇食过。新出即系其实佢佢冚个市场好似春雨粉丝咁样。都是低卡路里的，220卡路里一杯。但是只是在美食博览才有到，它应该是美食博览，即应该是新出版，就在美食博览推出先，跟着迟些就即街有得卖。有三只味，有这个蒜香骨，好明显我等着波中，有蒜香骨，有冬阴功，还有这个咩扇贝味咁上下的，是啦。哦，因为我平时都喜欢吃一些即食的东西，我现在最爱就是个寿桃牌那只三面王，是三面王那只粉丝咯。啊 ，QQ 粉丝，冇错，好多 OK。我试过一个礼拜连做一个礼拜咧嘅第一餐即系早餐就食嗰个，但系减到肥嘅，唔系啩？好，我其实劲肥噶，但低卡路里嘅，系咩？但系粉丝落咗佢包油啊，梗系落啦，梗系唔落啦，梗系唔落点会好味啊？大佬，喂，咁你要减肥啊嘛，大佬啊，算啦，你咁瘦，食嘅都唔肥，都唔知咩叫肥。OK， 得你老板。讲下笑啫，唔系，但系你一定落咗嗰包嘢同埋啲榨菜先好味噶。落嗰包料，但系唔落包油。O K， 试下咯 ，dry 啲咯 ，dry 啲咯。O K， 配合我嘅人 ，dry dry 地。点啊？我哋而家系咪又要去下歌先啊？系啊，我哋要去歌啦。终于起身就跳下舞啦。系咩歌名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望紧啊。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Hold you so much. And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ght in the way that I stand. The way that I there's stand.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Words left to but speak.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失恋呢就必经的阶段。Andrew, 你又沟唔到女啊？大师你做乜咁燥啊？阿仁哥我以后追住你啲正嚟个炒你小心我一定搞你。Elsie, 你倒米啊？而家你仲去白博博落去信嗰啲 course, 你自己再睇埋啲 case, 你都知道不可能信啦。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星期五晚十一点半至十二点半千千千打到嚟。千决千不可以运动场上荣耀遗憾往往只差一线今天确实这因为刘翔伤的问题就是退出了比赛到了准备红龙场地以后他一直在坚持他一直在玩命在准备活动场地在帮刘翔做这个伤的处理那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四年艰苦锻炼化为乌有十三亿中国人期望落空
但是我们无悔继续支持，为他的坚持和付出过的一切努力作最深切致敬。HongKongReporter.com 继续同刘翔站在同一阵线，为中国打气，昂首阔步，一起向梦想飞翔。由电脑到网上电台，由网上电台走到舞台。我是梁继章，我是李丽蕊，继续开 show， 耶！九月十二号沙田大会堂，九月十四号荃湾大会堂，我哋好多年冇一齐做 show 啦，我哋储埋所有嘅秘密，一次过喺舞台上播俾你听。继续开 show， 门票由即日起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查询电话二七三四九零零九，信用卡电话售票二一一一五九九九。嚟啦衰鬼，继续支持。最近通胀咁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嘅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带上儿童，欣赏我哋女人话事嘅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嘅旅程，多谢。今期热卖，好啦啦，又翻到嚟今期热卖嘅时间啦，又系继续，二零继续讲埋。啊，系啦，头先我哋吹水吹得太遥远，要翻翻嚟嘅，系要翻翻嚟嘅。我而家嚟紧讲嗰样咧，就系呢个男女都啱使嘅，就系一支笔型嘅遮瑕膏。笔型系啦，点样为点样？系YSL 嗰支 Radiant Touch。哦，我知边只系啦。我哋点样形容佢好啊？佢揿揿咁样咯，科学毛笔啊定咩啊？涂果液嘅幼版。但有毛版，有毛系咧，有毛版，即系涂改液咁样样，但系就唔系戳，系变咗个头顶有个有滴揿揿揿，系啦，咁然之后咧，嗰个锁就有少少个毛头咁样，有个锁咁样样啦 ，OK， 系，不过就软毛啦，就又唔系科学毛笔咁硬啦，哎呀，我哋唔识讲，唔识讲就系嗰啲嘢啦，系啦，咁佢嘅好处就系在于你可以完全即系唔化妆。淨是你当油颜色咁样油落去个眼袋下低咧，佢系即系有轻微遮瑕效果，再加少少光泽，跟住你喺 office 嗰啲惨白嘅日光灯之下咧，你黑眼圈会细好多。但系其实你皮肤好先得啫，我嗰啲黑圈咧成只熊猫咁样得唔得噶？遮到我谂要批好多浸。咁应该冇用啦，你翻去，唉，自己去死啦你！唔系，即系我讲呢啲系即系朝早搭的士嗰阵时好靓嘢嗰啲咧。但系先嗱，你每次搽完嗰个遮瑕膏咧，你一定要撲啲干粉噶嘛。如果唔系你一油咧，你就会化晒噶嘛。咁佢有冇啲好似嗰啲 two way kit 嘅作用？你搽完之后就唔使落干粉咧？我搽完佢之后，如果你翻入 office， 因为你知道本身 office 入边干噶嘛，爽咗，系啦，咁就已经唔再需要搽其他嘢。但系就呢支嘢系适合啲即系平时唔多化妆嗰啲人去用嘅。咁如果你反正化得妆嘅，你就化个全妆啦。系啊，系啦，即系唔好个黑眼圈遮半唔遮半咁样啦。净系两条白色，乜都唔搽。系啦，即系唔系佢唔会有两条白色，有少少真系你唔觉嘅，系纯粹 natural， 少少系反而嗰度有少少 dewy 嘅效果，零零地咁，即系令你唔觉得有黑眼圈。但系咁又同一支即系嗰啲强劲遮瑕膏遮嗰啲效果又出入嘅。系啦，但系佢会有坑，即系有时你搽遮瑕膏或者扑粉咧，只眼你眨眨下，佢有条坑一痕痕嘅。佢就冇，因为可能佢本身系好 liquid 咁样样咧，跟住佢唔会似少少，即系 cream 嗰啲咪或者耐咗咧，有少少一条纹咁。佢冇嘅，系啦。我亦都有推介过啲男仔 friend 用，系的确系 work 嘅。男仔唔会化妆翻工噶嘛，咁但系有时黑眼圈好大，打完通宵麻雀嗰啲咧，跟住系咁以遮遮，即系令我感觉冇咁死咁样咧。咁知症嘅，点解你男仔俾我？啲留仔兵完全唔理我估系因为佢哋捞边行先得噶，系咪 ？OK， 啊，明白。佢哋捞边行先得噶，系咪？但你有冇用过其YSL 另一个 product 系
闪灵碎粉，其实佢叫诶唔系 highlighting powder 系啦，但佢好多只色嘅咧，有粉红色啊、橙色啊、啡色，有冇用过？一眼一拍出嚟咧，好似有个棉有个泡泡咁样，系啦，可以啦，做胭脂嗰个系啊系啊，我有用过买过一个即粉红色嚟做胭脂咁样样咯，跟住我中意佢，即有少少闪闪咁嘅效果嘅。其实呢个诶啲人系成面搽嘅，但我觉得成面搽又太靓咧，好油，系啊，即系好似太光就好假，所以我就净系搽胭脂啦，我就买嗰系桃橙橙啡啡咯，因为而家晒黑咗就好似就咁搽胭脂就 OK， 个 OK 咯，可以买。因为我自己之前用咧就，但系因为我个习惯就系搽完湿粉之后就会搽胭脂，搽完胭脂上面就再搽干粉，咁变咗咧佢黏得唔够实，咁所以咧就会成日咧我一抹完干粉之后咧啲闪粉就冇咗。啊，系啦，咁所以我就通常系攞嚟咧，通常系即系翻工嗰时修补咗，轻轻点点点点点，咁又几靓咁样样啦。系啊，呢个用，但其实咧你搽胭脂调翻转个程序啊，你搽完个cream base 啦，跟住你就攞你嗰啲胭脂，打咗胭脂个位啦，跟住你先扑你个干粉，即系你个次序平时就粉底啦，跟住你就搽你个干粉，跟住胭脂噶嘛。咦，系咯，我都系咯，就系因为即系总之将个胭脂夹喺个湿粉同干粉之间，因为我觉得咁样可以透出嚟咧，个效果会自然啲啦。系，即系如果系实咁样咧，我觉得好假，唔系我技术差咯，shading 向到去到八十年代梅艳芳嗰啲咧，照眉嗰啲爱将嗰啲咧，耶咁嗰啲咯。但我真系见过而家啲女仔化妆打啲鼻影咧，系两行咯。仲有人打鼻影嘅咩？系有吓到我死啊！即系我系吓，系啊，做佢系对啲师妹仔啦，可能佢觉得自己个鼻唔够高，但系其实佢个鼻其实都算 OK 啦 ，average。佢真系够胆死，两行系两条黑色咯，即系唔争在。其实我攞支嗰个咧shading 嗰啲数咧，一眼咧我可以自己咧擦。eyeshadow 嘅咧口都咁夸张，系好恐怖，系唔够高，不如就系咧打啲嘢入去。系咯，你与其咁样，你日日咁样画两条咁嘅嘢喺度，咁你不如索性算啦。其实佢想俾我哋用佢啲呢啲 product， 你自己。你嗰度眼影甩咗少少，甩咗少啲系啊。佢就系呢个愿意咯，呢个唔得，太吓人啦。好，到我介绍啦，今日介绍第一样嘢咧，就系叫做呢个系一个冻 mask 嚟噶，系韩国嘅 product 啦。咁佢个名咧就 Corina， 就 Corena。咁咧佢一只要雪冻嘅 mask 啊，系啊，佢一眼就系都好大眼，一眼我谂啊，一只手掌咁大个圆形啦，跟住。都大眼啦，总之，咁佢十秒、一百秒，我唔记得咗几多咗，但系佢都系200几蚊嘅啫。但佢好在咧，一定要雪冻，因为有时我哋晒完太阳或者皮肤会灼伤或者干噶嘛。每当你晒完太阳咧，你即刻敷嗰个 mask， 跟住你会觉得嗰啲皮肤系好似好 fresh 咯，同埋佢会帮你有消炎作用，跟住咧就会保湿，会帮你咧将你入边嗰啲水分咧锁住咗。佢似唔似Laneige 嗰啲 water sleeping pad 嗰一类咁样？唔似，佢嗰只系 jelly 嘅，系一撇撇 jelly 咁样搭落块面度，佢眼又搽得，成块面都搽得。即系似我哋美容院敷嗰啲咩冻帽嗰啲，一撇之后啪一声，搭落好冻。系啦，但系佢冻得嚟，你觉得系舒服？你搽十分钟，你咁样眯埋十分钟咧，就可以做到一个系好湿。好 juicy 啊，补水嘅感觉咯，已经几好嘅。呢个系真系好好啊，同埋我系哇近排唔知啲肛门咧飙晒出嚟，我用咗呢一个连续两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用三次啦，有明显嘅改进。因为呢排啲天气咧，我觉得系咁咯，我好似几热，但我觉得颇干。系。因为我望住自己搽啲嗰啲水分精华都要搽多咗，都系因为觉得第二日起身咧块皮都系掹掹紧，系啊，所以你可以试下呢一个，呢个真系 OK。佢喺嗰啲 Color Max 咧，你有冇听过嗰间？哦，我知 Color Max 嗰间，系啊，嗰度即系一个再平价版少少嘅沙沙咁嗰类，系啦，呢个可以试。咁第二者头先你讲过咧，就系你拎住嗰个 Water Sleeping Pack 啦，咁大家都有用过就系面啦，但其实佢出咗一只眼噶，你知唔知？你有冇听过？唔知喎，系啊。因为佢冇乜做 promo 或者广告咧，你去到嗰间店咧，你问佢啊有呢只，原来有呢只 product 嘅、哦，跟住我同个女仔讲，哦嗰啲眼好干，跟住我你试下呢只啊，呢只就同嗰、那个面个原理一样，又系你搽晒 cream 啦，跟住个次序你要搽咗呢只眼嘅 sleeping pack 先至搽你面嗰、那个。
系呢个系好对，应该分开嘅咩？即系唔会黐到嘅咩？眼同面唔系，你平时搽 serum 噶嘛只眼？啊啊 ，OK， 咁你 on top 就搽嗰只呢只 sleeping pack 啦。跟住你可能每次你临瞓之前，你先搽面噶嘛，系啦，咁你咪可以补水咯。跟住第二朝你即系只眼咧同埋面系哇，好光泽噶，系 clean。基本上你是不用搽遮瑕膏啊，或者不用搽粉底，你就可以落街。是，即是这个 highly recommend。Really? Yes。但我本身冇乜啊，得啦 ，OK， 得，唉，得啦，得啦，得。就你啲疮到又 dry dry 地先啱我噶嘛，你啲完全冇呢个问题啦，得，冇问题。第三样，好嬲而家我，成日都话我光系咪啊？第三样咧就介绍啊，呢、這个你都有啱用噶，应该我见到成日着 DV， 呢、這个叫做 body tap 啊，就衣服防走光胶纸。系，咁呢一个系3M 研发出嚟嘅，3M 大家都知系咩噶啦，连个样都似3M 嗰句，系基本上3M product 咧，全部都黏性系都几高嘅，同埋呢个好在你咩皮肤都用得啦，就算你出咗汗啊，各样啊，都系油，系啦，都唔会甩。同埋有时你搣出嚟咧，咪会觉得好痛嘅，系啦，起晒红点咁样，佢一啲都唔痛嘅。即系呢个好 OK， 同埋一卷佢一卷唔知百零二百蚊一卷，好似人哋平时胶纸咁，但系其实109蚊到啦而家。但系你可能听落似好贵，但系每次你都用好少嘅啫嘛，你围翻上嚟其实 OK 嘅。但系使唔使我所谓如果 DV， 我系要黐晒成条边啦，定系黐一两个位得啦？黐两个位嘅啫，我黐两个位咯。你要黐嗰好准嗰两个位，一黐就唔好再掹啦。黐咗一下咧，你就要即系拍实佢，拍实佢，冇喐，冇喐，就系咁啦。但系唔会喐噶。你唔好劲 shake 咪得咯 ，baby， 唔好 shake 你个啊！你头先话我脊椎侧移咗，好难唔 shake 咯。但系本身系 shake， 但系佢黐咗佢，佢唔会喐嘅。因为我之前好白痴，就用净系哋平时嗰啲双面胶纸，好痛。我试过着 tip top， 跟住咧系甩咗，唔知跟住人同我影相，影啲啊，即系话你甩咗啊咁。喺成条胶纸上面大件衫个 tip top 下低。跟住但系影张相，我都唔知道，系翻去翻 Facebook。哎呀死啦！点解我张相咁样嘅？仲一行好尴尬，但完即系一条胶纸喺度。系啦，冇人话俾我听咯。我啲 friend 真系好困扰咯，唔知即系你去做嘢定系玩？去玩嘅，但系都冇人话俾你听。冇人俾我听，但系专有人专登影你相。系啦，即系一齐搭晒膊头嗰啲，成晚我系到翻屋企都唔知道你系要去到睇 Facebook 相。我顶，即系人哋 tag 你啦，系跟住跟住 tag 你一张甩嘅，系啊，即系今次真系 tap 啊！我好嬲，咁好啦，我哋而家听啊 Freeze 啊嘅又嚟啦，我哋好挂住佢嘅，我终于都识唱啦，不如我唱啦而家，哦好啊，我呢要跳埋噶，我睇咗 MV 嘅，除衫跳，耶！Yeah.
的行李夹。以下是关于一个男仔的小故事。在中三那年，他遇上了一个女仔，个女仔在他隔离的女校读书，个样生得好像柏安妮的。每个上课日，他们都会坐同一班巴士，而个女仔就会比他迟一个站上车。男仔偶然会望住女仔的一举一动，温书啦，写字条仔啦，又或者甚至是看下情信啦。然后中三那年就这样过了。男仔中四那年改了搭小巴上学，好巧合，个女仔都是。小巴的班次没有巴士那么稳定，男仔不会每日都遇到个女仔。不过他每次撞到个女仔，那天的心情就会变得很阳光灿烂。然后中四那年过了去了，然后中五那年也都过了去了。中五之后各散东西，个男仔入了另外一间学校读书。他每日去吃 lunch 的酒家就在个女仔的家附近，有好多好多次的 lunch time， 男仔都可以见到女仔同佢啲屋企人饮茶。当然，个男仔手上面嗰杯宝利冇突然之间变甜，但系佢耷低头对住杯宝利笑咗一笑。然后上学期过咗去啦，到咗下学期开学嗰日，男仔学校嘅楼梯又再遇上咗个女仔。他完全不够胆相信，即时跑回去课室跟他朋友说，他朋友就匆匆忙忙地跑去楼梯。咦，是真的、他的小柏安妮真的来了这里读书、过了没多久，同个男仔相熟的老师因为病入了医院，而那个老师正正就是个女仔的班主任。个男仔鼓起了他累积了中三、中四、中五这几年的勇气，跟个女仔问个老师的病房号码。他们还约在一起医院探老师，只是老师的招已经出了院了。不过这件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男仔和女仔之后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十几年过了去了，然后现在个女仔就来要嫁人了。个女仔一直不知道男仔喜欢过她，而男仔也都不觉得有需要给她知道。故事就这样完结了。这个故事并不荡气回肠，男仔如常每日翻学、考试、吃饭、踢球。不过个女仔总会占据佢心里边少少嘅角落。嗰几年，男仔冇同过其他女仔拍拖，未必系为咗小柏安妮，因为佢自嘲自己长相平凡，追唔到女仔啫。但系呢又有几年嘅心动，其实已经好珍贵。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窗台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礼情
是渺然失放中，日日在叹恨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被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是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既然我哋知道人同灵体都会四处走嘅话，又睇下呢次啲灵体会去到边度？我喺个电眼望出去咧，即系话嗰个锁匙，嗰、个叫匙用咩？防盗眼，防盗眼啦，望、出去咧。我当时嚟讲咧，阿黄小姐佢嘅右边膊头嘅位，嗰、位女灵体咧，系喺佢隔篱嘅，而且有一只手咧。是搭住咗佢嘅膊头，咁另外仲有一隻手咧，就把只手指指住佢嘅胸口，跟住咧打得少少身咧，佢知道我望喺个防盗眼望出去嘅，佢嘅眼神咧，即系同埋佢系灵头叫我唔好开门，咁佢嗰个样变咗系好凶嘅，我真系唔敢开门，我净系话俾佢听，佢未翻，佢唔喺度。香港人网潘小聪，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10:30到11:30。由电脑到网上电台，由网上电台走到舞台。我是梁继章，我是李丽莹，继续开 show， 耶、！9月12号沙田大会堂，9月14号荃湾大会堂。我哋好多年冇一齐做 show 啦，我哋储埋所有嘅秘密，一次过喺舞台上播俾你听。继续开 show， 门票由即日起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查询电话27349009，信用卡电话售票21115999。嚟啦衰鬼，继续支持。咦，手臂和双脚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么茂盛，那么碍眼，夏天怎么穿背心和比基尼啊？不用怕，变靓啲的彩光和激光脱毛一口价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这么光滑乱白，都是所费无几的。嗯，那我快点要找变靓啲帮手了，准备好迎接夏天先得。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么尴尬，快点清理了啲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83。运动场上荣耀遗憾往往只差一线，今天确实这因为刘翔伤的问题就是退出了比赛。到了准备红龙场地以后，他一直在坚持，他一直在玩命，在准备活动场地，在帮刘翔做这个伤的处理，那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四年艰苦锻炼化为乌有，13亿中国人期望落空，但是我们无悔继续支持，为他的坚持和付出过的一切努力作最深切致敬。 HongKongReporter.com 继续和刘翔站在同一阵线，为中国打气，昂首阔步，一起向梦想飞翔。各位乘客，欢迎阁下乘搭编号 Lady First 的航班，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
飞行时间为1小时30分钟，航机现正准备起飞，请阁下带上儿童，欣赏我哋女人话事嘅航班。祝各位一个愉快嘅旅程，多谢。火星人、金星人，又到咗呢一 part 啦，我最中意呢两 part 嘅。点解先？因为可以尽情咁样讲我想讲。我而家首先想讲一个问题咧，我而家个人对住 webcam 咧，但我好想做伸展运动咯，但系你要擘大下俾你做，我唔知点做咯。咁而家我帮揞住啦，你做啦。但系冇，系我大髀做啊，你可以帮我遮住我大髀啊，我伸展运动 OK。因为二零好惨啊，佢伤咗个盘骨同埋腰骨，系个企又唔得，坐唔得。腰骨啦、盘骨啦、脊骨，基本打柴晒啦已经。手臂都打。埋柴啦，跟住颈骨又咩咩，头又痛、啊，有病、啊，跟住系咯，膊头嗰度又咩咗，锁骨都咩埋 ，OK 系。好，呢、這个 topic 讲乜嘢啊？暗恋啊，好 sweet， 我未暗恋过人噶 ，Ann 姐姐，你次次都话冇噶啦，有冇追过人咧？有冇搞过嘢？有冇暗恋过正？即系嗰啲仔全部系主动追噶。OK。唉，好闷咯，我得自己讲讲 talk show， 不过清场啦，喂，得噶，讲讲，我自己讲晒。咩叫 PA 局？佢唔系讲我出嚟揿个 pen 系啦。喂，讲下大家啲嗰啲分享下啲 history 俾佢听。OK， 暗恋，其实我本身都有系真系有试过，同埋我都几享受暗恋人嗰种感觉嘅。你第一次暗恋人系几岁啊？其实真真正正暗恋应该6年级。早系啊，我好早熟噶，你都知噶，你识咗我耐咗啦，已经你知道几歪我先得噶，明嘅呢样嘢系啊，我呢啲自愧不如啦，扮系处女，好6年级啦，因为嗰阵时我哋系我间学校咧就系由小学到中学都可能直属一间学校嘅男女校。其实小学就男女校啦，跟住到中学就 form one 至 form three 就分开，到 form four 就系一齐翻。哦，但系即间学校入边有男有女咁样，系啦。咁呢个系嗰时系读我隔篱班嘅。咁佢其实我有啲癖好啦，好中意啲男仔打篮球嘅。唔系癖好嚟嘅，系每一间学校咧入边咧嗰个篮球队嗰扎男仔咧特别型啊！即系你点样都系觉得型嘅 ，OK？ 因为你平时冇嘢做，就见到哇，全部一啲泼汗啊、饮水嗰下咧特别哇正。呢、這个情况即系虽然我中学读女校，但系都会喺女校边发生，都系咯，即系我哋咁都系、即系女校入边嘅篮球队嗰、那个队长嗰女仔，通常都系一定系 TV 嚟嘅，系啊，系同埋一定系万千宠爱在一身嘅，系噶，系同埋一定有好多女仔冧佢嘅，即系一定队系啊，永远系队长先系会系啦，好 attractive。我仲记得嗰个队长系咩样，系点样嘅？形容下你听。嗰、那个队长似系咪乒乓波咧？而家今届奥运啲系咪叫张玲定张怡玲咁上下？我短头发嗰、那个系啦系啦，啲牙唔知做乜，即牙好似唔好齐，系啦，即牙系专登要有啲爆牙咁样嘅，好似 keep 系啦，要眼蒙蒙咁样样嘅，系啊系啦，就系呢啲，再加埋佢又生得比较高，好似有成5.89尺，即系偏瘦咁样，嗰啲上篮嘅动作系迷到万千少女嘅，入樽嗰啲。入到准时5.89，我真系唔知哦。入到系咪跳都 OK 嘅？即系总之迷到万千嘅少女抢我，因为你系唔系嗰啲人啊嘛。咁系咯，咁我嗰个系6年级，佢又系做队长嘅，嗰时轮级要校队噶嘛。系，跟住我已经觉得哇，好靓仔啊，又高大，系佢开始每次见到佢心跳啊，因为我同埋嗰时咧好奇怪，我哋搭校车嘅，咁我哋间学校咧就好多校车车队嘅、每次我哋个 timing 就系啱啱撞正嘅，都系同一架，系啦，即系我大家一齐相遇咯、即系每次佢喺个队喺前面咧，我个队就喺后面嘅，我永远就会跑到最头嗰一个，你明唔明我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就算睇到个书包。后面个背影，我已经觉得你都系觉得好冧噶。我仲记得佢书包系 Michael Jordan 黑白色嘅，好型喎！有六年班就已经用 Michael Jordan， 系有 style 嘅。跟住每次佢陪比赛啊啲，我都一定捧场啦。跟住我后屘唔知道可能我太过表露俾佢知道我中意佢，我觉得佢知道我中意佢。跟住我哋好有得意个小就成喺你面前拨头发嗰啲啦。我根本冇啊，佢好多怕丑，不过佢只眼会有时耷低耍一耍我咁样啦。咁我哋读书嗰时候好得意噶，有嗰啲toilet time 嘅，即系去洗手间时间，你哋有冇噶？小冇系啦。
即系 recess 嗰啲咯，系咪 recess 嗰啲 extra 噶？即系可能上到第六堂之后咧，就俾大家 break 一 break 就去洗手间啦。咁后屘我哋每次咧就我就特登去到最尾，因为是 A 班开始嘅，佢读 A 班、，A 班去咧就读我系读 E 班，咁、我特登就话：我先生我好急啊，我可唔可以去先啊？跟住我成日都去先，跟住相遇咗，咁后屘唔知相遇相相下遇咧，跟住原来我有个女仔 friend 系即系识佢啦，跟住就唔知介即系介绍咗啊，呢个叫咩啊？咁我叫咩啦？后屘大家开始有即系成日 eye contact 咧，斗牙梦系啦，即系斗牙梦啦，跟住咧就约埋一齐嗰段时间去洗手间，去食红豆冰，冇错，我都想，跟住 say hi 好开心啦，咁后屘又好好幸运地大家上咗中学咧一齐。咁反而上到中学，佢好似对好似冷淡咗咯，因为佢识咗隔篱学嘅校花啦。冇、啊，即系冇佢冇侧边冇啲女仔中意，即系冇拍拖过。因为佢认清自己嘅性取向，佢一个男人嚟噶，佢中意女人噶，佢知道中意我，不过唔敢讲啫嘛。我唔明点解唔够胆讲咯，因为嗰时个年代，我唔知佢系好怕丑，大家其实知道大家中意大家嘅。咁你应该冲上去揽住佢嘴嘅一啖先。咁细个要。好似你咁咯，扮淑女扮矜持啊嘛，咁我点可以咁喉琴嘅咧？但系如果俾我而家，我唔识要揽住佢，我知话 I love you 。跟住我又仲记得有一次就嗰时到 form three 啦，咁大家有时都嗰啲唔知咩学生会啲 swimming gala 各样啦，有相遇过。咁我哋试过一齐食食 tea， 即系可能讲翻，哎嗰日细个一齐，几开心啦、啊。跟住嗰日落雨嘅，好浪漫。系啊，跟住我哋担住一把遮，跟住佢就好似我而家特登扮晒咧，哎我遮唔到我啊。跟住你嗰阵时几高啊？其实不嬲都高嘅，企后排嘅。啊，但系点会遮唔到啊？我系扮晒样，即系哎我遮唔到啊，湿晒，跟住走埋嚟，跟住一嘢就搭住我个膊头。跟住慢慢行，同埋我哋学校咧喺半山嘅，哇！碌翻落山好漫长嘅条路。我哋平时我行咧，可能五六分钟咧，嗰个路程特登拖慢十五六分钟，系啊，好 sweet 咁样咯。跟住系咯，呢一个系我嘅暗恋嘅经验。跟住咧，跟住后屘到 form five 冇啦，跟住后屘好似越嚟越陌生咁样咯。我又唔敢得咁猖狂，即系话俾听，哎，我中意你。你有冇考虑过而家点样喺 Facebook 揾翻佢出嚟咁样？我就想尝试咯，但好似觉得我唔想见到 Facebook 而家系肥佬，跟住或者佢而家进化变咗咁唔见组咧？我唔知道，我惊，因为我惊打破咗我对佢嘅回忆啊！突然间变咗，我代你喺 Facebook 寻觅佢最多。好啊，而家咪后话俾你听，死啦！嗱，今晚我男朋友听到一闹死我，又乱讲嘢咯。然后佢可能会摸住我呢排 at 咗咩人？系啊，原来就系佢咁样。原来就系呢个靓仔，即系认住啦，一定系同年纪噶啦。系啊，够啦，唔好再讲，都系咁。O K， 唔系，其实阿金二十九岁嘅啫。O K， 我都系得十八啫咩？但我唔知点解我唔系处女咯。咁你咧？我唔信你冇暗恋过人咯，少少都一定有噶。少少啦，我嚟听下啦。中意啦，即系中意仰慕一个算唔算？因为小学嗰阵时未谂到呢啲嘢，同埋小学未咁慢热噶，咁小学未谂啊。OK， 因为同埋小学嗰啲好脱咧嗰啲嘢，即系唔会有小朋友呢啲噶。OK， 即系生得可爱啲嘅都冇噶啦。小学咧通常唔系女仔发育先嘅，男仔未发育噶嘛。即系你会发现你自己高过晒啲男仔，你唔会有任何 fantasy 咯。总之系啦，咁变咗上咗中学，我读女校。但你每个隔篱有啲男校或者男女校，即系放学巴士啊，我间学校咧，你以前啊，啱啱你都话你住天水围噶嘛，你应该出翻嚟，即系嗰个地方咧，嗰间学校咧就系、是、一间女校，隔篱咧就系、是、一间私官庵。你明咗嘛？封晒你嘅后路啊！隔篱有私官庵，有尼姑，同埋有白鸽。你想你想点啊？真系一只白鸽喺个头壳度。冇啦，都几惨喎。咁好啦，咁大家暗恋，我哋试下揾下一次嘅恋爱啊。系，我好中意呢首歌嘅，施华轩。不停留住眼泪。
最后一通电话，才明白爱情竟可以破碎的那么快。那曾熟悉的身体灵魂，一转眼变成了回忆，像不曾存在，好像退场了一样，已经不伤心。想他的次数也已降低，却怀念起恋爱的心情，唯一任性中牵挂美丽情绪。下一次恋爱何时会再来，经过漫漫长夜总会温柔曙光在等待，寂寞的心太久更白，陌生恋拥抱的实在。下一次恋爱何时会来，想要再冒个险却又不想再次受到伤害，流过泪的心情会明白，我等待某人把我的心在打开。无论时间变得越快，还是相思的情怀，有些心情也只有在恋爱中才会出现，我多希望火星人金星人时间，我哋继续讲暗恋呢一个环节嘅。嗯，点啫？我真系冇暗恋过人，咁点啊？又系我，我冇啊，已经拗拗拗到天翻地覆，我都暗恋啊。做嘢啦，嗰唔系暗恋嘅，其实即系我成日觉得暗咩恋啫，最多咪好感。唔系噶，暗恋嗰种好开心啲噶，即系就算佢可能望一望你，就算我 say 个 hello， 即系我觉得系。有好感，谂住佢会打电话俾我，同谂住会 MSN， 谂住 SMS， 佢唔已经觉得哟，唔系好感暗恋，点讲咧？暗恋我唔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越得唔到嘅嘢咧，你就越有 fantasy， 即系你系越有幻想。当你哋大家一齐咗，就好多缺点各样出现咗，你就冇咗嗰样嘢开心噶。但系你唔觉得会好腰心腰肺？因为就系我中意，因为我变态嘅。OK， 你黐线嘅。OK， 因为我唔会暗恋人，就是、因为我好憎呢啲腰心腰肺嘅感觉。但系你唔觉得呢个好似同紧自己玩游戏咩？即系你自己幻想，佢咁样咁样，好开心啊！今日，佢打俾我讲一句，即系你自己有个画面，即系好似有个汤。我唔想思觉失调。但系真系 sweet 嘅，我自己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幻想嘅女仔嚟嘅，即系可能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咧，我自己可能谂，佢今日讲咗啲咁嘅嘢，好开心啊！即系好多 picture 喺度。因为我估我嘅人系比较悲观，咁所以咧，我就唔知，我唔想话，即系譬如话。哎呀，佢今日 send 咗 SMS 嚟话，今日同你食 lunch 好开心啊！即系可能你叫，好衰啊，系咪就系咁咯？跟住我会谂，都唔知系咪客气说话嚟嘅啫。
就因为你想到一边都不知道，唉，即是其实不是哇，勉为其难同我吃餐饭，其实即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啊，即是弃了算了，即是其实唉，勉为其难应酬吃餐饭，即是我会想很多负面的东西，那变成我就会尽可能就将自己摆在一个位置上，就是我被动的啦，等人来饿我算咯，那你会错失了很多机会，或者你不懂得争取咯。基本上我好坦白讲，我很多以前男朋友都是我自己追回来的，即我都要 confirm 他一定是没有、女朋友啦、我知道他一 single 我就会、大家有意思，我就 很主动地去出击的，因为我个人是爱恨分明，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算，同埋我觉得你机会很难有咯，即你很难得到即世界那么多人，你两 个人喜欢大家那种感觉是很难有的嘛，所以有什么机会就会出击咯。我又冇，因为我呢即应该系，因为我有迟拍拖啦，我 year one 先嚟拍拖噶嘛。我明白，因为你啲师姑啱啊摆啦，你隔篱有只白鸽又又，所以我明白点解你话处理啦。OK， 我而家原谅你啦。系啦，咁跟住即系，总之就系觉得迎住会，哎呀，出边有好多靓嘅女仔啊，哎呀，即系出边有好多即系好，即系好好多嘅女仔，哎呀，即系香港你女多男少，哎呀，几时轮到自己，哎呀，算啦，唔好谂啦，就系通常都系咁样。其实可能某个程度对自己冇信心，都唔系冇信心。点解咧？你知唔知道？好多男仔系中意啲女仔有自信。系，但系我冇。尝试下有啊，有啊，咁点解唔会冇咧？你我唔明白，女仔因为觉得自己又肥啦，又矮啦，又丑样啦，又冇内涵啦，咁嗰啲咧，跟住个人又粗鲁啦，跟住把口又烂，就系因为咁样，所以你男朋友唔系啊，你男朋友好 OK 啊，好 attractive 到，系啊，所以你唔见到尽可能质肥佢。咦，咁你哋点识噶？咪后讲，暗恋咪后讲，咪后讲，冇暗恋咁，咪后讲，咪后讲。但唔系啊，即系我会都几享受暗恋，不过而家俾我调翻转，我都中意噶，就算咁大个，如果突然之间有。出现一个暗恋，我都会自己都会开心，即系永远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咯。我觉得，就算而家谂翻系以往读书啊，或者甚至之前做嘢有啲男仔，即系明知佢有即系但系得唔到嘅，咁有时见到佢我都好开心咯，即系会笑咯，自己会心一笑。但系当然，即系有时个隐心个程度真系几隐心嘅，但系我 OK 啊。我即时咧谂紧自己 Facebook 个 list 嗰度有冇边一个其实系我暗恋过？唔知咯，真系冇咧。算罢啦，你每次都话冇。嗱，我最简单我话俾你听，即系已经喺中学嘅时候系食八卦噶啦。到我读 U 嘅时候，我嗰个学系咧都系出咗名系师姑暗嚟嘅。O、okay. K， 即系由几个男仔咁大把咯、即系我已经同紧其中一个男同学拍拖噶啦。咁、即系一开始都系即刻嚟追我咁嗰啲。你冇噶，你冇咁嘅 fantasy 噶啦，其余嗰啲都系咁噶啦。同埋头先你讲个咩星星嗰啲，系咯，算啦，是第一个啦，个个都差唔多啦，唔好谂啦。同埋有一样嘢令我开心，即系当你去暗恋一个男仔，而你另可以，譬如可以做到啲嘢，令到对方中意翻自己咧，我好觉得有种成功感，同埋好开心。我觉得一定会有成功感，但我怕挫败感多啲咯。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道理下，因为我系个人其实几乐观，我系谂住开心去一去，唔得咪算咯，唉，再揾个第二个暗恋嘅对象。所以其实我都啲似，菜心唔靓，买芥辣。今日咧就差唔多，讲住咁多。我哋不如下个礼拜先讲呢个男人最讨厌女人嘅几种事啦。咁我哋再听首歌先啦。好啦，呢个系咩？呢个系待你差，只想你怕。特别快，樱花亦都开得特别灿烂。我记得你曾经讲过，樱花反飘落嚟嘅速度系每秒钟五厘米。你觉得好浪漫，好想同我去日本睇一次樱花。我闹你无聊，所以一直都冇同你去。所有人都好羡慕我，可以有一个好似你咁锡我、任劳任怨嘅男朋友。无论我对你点过分，呢两年嚟你都冇对我发过一次脾气。事实上喺你身上我真系揾唔到任何缺点。我之所以对你咁差，其实系想你离开我，减低我嘅内疚。动静没顾忌，每天也对你出气，如放纵心理去治愈旧伤悲。我喜欢上路逆你，不管你力竭筋疲，常相约又失约，惯了对你不起，离人离说。
创伤不会是无期，待你擦完意只想你拍，让我准许你吻下，当闭起眼再擦黑有他月，自带的远发被你的真爱攻下，他在找我如何补偿代价。有日放工，我同朋友去咗饮嘢，你俾电话我话等紧我翻嚟，提前同我庆祝拍拖两周年纪念。我听完只系讲咗句得啦，就收咗线。嗰晚半夜翻到屋企，我见到餐台上面除咗两碟已经冻晒嘅牛排之外，仲有一个蓝色嘅礼物盒，里面有一个指南针锁匙扣，同埋一封信。待你擦。门前公园真的很大，来看樱花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情侣。我望住公园两旁的樱花树一直地走，可能看得太投入的关系，竟然不小心荡失了路。于是我想起你送给我那个指南针锁匙扣和那封信的内容。对不住，我真的等不到你回来，跟你一起两年，我给不到什么快乐你，只是不断增加你的内疚，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万一你荡失路，都希望这个指南针可以帮你找回你想要的人。这个时候一阵风吹过，我终于亲眼见到一堆粉红色的花瓣在我面前飘落来。原来这个情景真的很漂亮很浪漫。可以的话，我很想亲口告诉你，原来樱花瓣飘落来的速度真的好像你说的那样，每秒钟五厘米，但是比我的眼泪流下来的速度慢得多。这一刻我终于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哪个。开心的时间又特别快过呢，是啊，又是时候讲拜拜。好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11点半又有我啊，有 Elaine 同埋有 Ellie。好啦，拜拜拜拜。各位听众，航机现正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多谢各位听众乘搭 Lady First 的航班，现在请返回座位，扣好安全带，下周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Lady First 这个节目。